鲷鱼，行，岛内四号帅哥中鲷鱼了，行，快点的，我都太顺口了，给你啪一打，我操！鲷鱼，鲷鱼，环岛啊，最大号啊，今天肯定是我的，最次也得钓两个翻倍，啊！来吧，兄弟们。我们钓鲷鱼，我发现我必须在环岛，但是今年我们没钓到过翻倍和大奖，最多也就钓那个200元带金券，是不？有点少。今天啊，放鱼20000斤，收费880，加一个站位卡收费980。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场钓了一个200元带金券？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变成了780。锦州 ，our 盘锦环岛钓场。或者啊，只能说或者，他在他俩中间，56标鱼，最大号5000，25个翻倍，25条幸运，幸运还是我们继续啊，不选钱了，就选带鱼券，钓着最大号啊，我都说了啊，钓着翻倍给啥呀？要啥给啥，钓着翻倍，一只竿，行不？钓着最大号5只，啥也钓不着，哎呦老半天，啥钓不着，北京场玩沈阳场。水哥抽个1号，没事，我们68就这样子，我68，我抽个54，今天一共60个人，是啊，烦死了。先介绍一下今天的线主和杆子啊，他家就是3米9起，新杆，今天我们用新杆啊，我发现没钓上标，应该就是没用新杆开光，15.8H 的3米9的侧梁光肥啊，这还是上回我们来环岛那个黑钻的3米6的3.0，先拉15呗，鱼精快来换20呗。对，有道理。4号新官弩，然后漂还是用上场那个 MT 梦者的1号碳素啊，饵料开出来，8斤料都合计了，没底鱼不来。我就合计他们是这么合计的，然后我来。新坑新水第一场，鲜皮炮我们已经怼进去半盆了啊，开始现炮，头1个小时就不着急钓。怼哥呀怼哥，我太生气了，抽个1号，我这辈子的梦中情饵情地儿我都没坐着过。来2个，安哥抽一回，嗯，我又抽个50多号，气人。争取吧，钓点标吧，兄弟们，今天啥也别唠了。鱼货估计这地方就是200左右斤，多也多不了哪去，少也少不了哪去。哎，对面上鱼了。不管哪呀？哎呦我操，这鱼真大，哎，上大雷的，哎，第一条鱼就要失误吧。啊，今天这鱼大，昨天我看着了，确实大，没想到这么大，一会儿不行换3拉2，你挺快。3拉2拿上来没？马上。来一盆炮，茉莉炮，冲上。哼，得带点动作呀。潇洒一点呗。茉莉炮。小线炮，肥太刚开始肥太狠，肥小点。接，啊接，哦哎。这条鱼小点，鲷鱼，鲷鱼将会在第10条鱼之内出现。我说鲷鱼将会在10条之内出现。
真大呀！你看这口子，它吓不吓人？哭屎一下子。不容易，来换了啊，换成那个2.0拉1.2，也是3米9，但是是个旗杆线啊。发现这鱼都在前面儿。哎呀，对的，这口是不？这才小伙口呢。刚才那是他妈老头73卡住了。今天这鱼是有点大，有点熟数啊。没有生命迹象，换4米5了。换了，没有什么生命迹象啊。换8.8的，20拉0.8的。最后的挣扎就是最大号，这才几点呢，中午饭还没吃呢，换4米5了。哎呀，还结了呢，结黑也大呀，我操，今天这鱼都得3斤，这得用我呀。嗯，哎呀，不用吗？降，今天查深了。我说这地方怎么到50多号都没人选？它是有原因的。能到150。第一回在环岛这么惨啊，第一次。但是有仇不怕报啊，780的票回了360，赔了420。哎呦我操，太惨了，收啊，赶紧回家。